你也摔过马？对。那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因为因为第一次骑马嘛，就拍戏的时候就要学，但是因为前面是师傅，师傅骑着我，一匹马，我的马就跟着走，之后走到那个沙地上，有一个小山丘啊，沙丘啊。之后我一看到我就知道他会把头往下低，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，我就因为他跑得很快，我就打算自己摔下来就好了。我们台湾有个叫林志玲的摔马摔得很严重吗？知道，我在他之前已经摔了。原来你才是真正的第一名啊！哎呀，太好了！享誉华人世界的 Twins。强光像张切花很可爱，我是无壳的蛋黄，自由的流荡，米兰花瓣泰姬陵飘香，伦敦机场前起航海浪，靠在你肩膀更紧张，爱在分享没有围墙，像电影一样场景随意化，宝莱坞现场豪华又浪漫，快给我破石飞弹，不着地的幸福感，梦山人地绝战场，地球骨头都变软，爱不是天方夜谭，身份半夜擦月亮，我想好有成就感，什么都得到红光，想怎样就怎样，怎样就怎样，下家最在行，八十块买单谁赢着？耶！你也摔过马？对。那有没有受伤？没有，因为第一次骑马嘛，就拍戏的时候就要学，但是因为前面是师傅，师傅骑着我，一匹马，我的马就跟着走，之后走到那个沙地上，有一个小山丘啊，沙丘啊，之后我一看到我就知道他会把头往下低，我就不知道应该怎样做，我就因为他跑得很快，我就打算自己摔下来就好了，因为我就不可以把他拉停。你打算自己摔下来？自己摔下来了，因为打一个翻就下来了。哦，你会功夫啊？因为我知道这应该在用后面下嘛，不应该用这里。那拍那个戏好玩吗？好玩，你去拍了，你我也有去，那你也骑马？有啊，你这么瘦，这么瘦比较好，马感觉不到重量。然后呢？那跑得更快啊！因为我拍那个金头要跑的，我那个嘛。那为什么不用替身呢？这样很危险的。好好玩，看到我样子嘛。你们不知道那个，我们台湾有个叫林志玲的摔马摔得很严重吗？知道，我在她之前已经摔了。原来你才是真正的第一名啊！哎呀，太好看了。所以说他们这样，你们不会觉得说哇，听到他的事情会觉得自己很担心，将来起码万一遇到一些，又要小心哦。意外。要有一个师傅在旁边看。